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蒙牛早餐来》，百分早餐健康型特别节目。那么，谁是最会做早餐的人呢？我们今天的两位热心观众，早餐的本质如何呢？由蒙牛早餐奶独家赞助播出的《百分早餐健康型》特别节目，正在寻找全国最会做早餐的人。烟台站热心观众张丽萍阿姨制作了胶东媳妇儿饼，营养便捷，极富地方特色，受到了专家团的好评，并评为烟台站最会做早餐的人。这几天表现出色的王俊，今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早餐推出呢？我们将评判权交给天天饮食大师组，高级营养师吴美云，天天饮食厨艺顾问李铁刚，高级烹饪技师王强师傅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两字，懒人。当然了，今天来的两位都不是懒人，我确实是个懒人。但是懒人这个早餐怎么办呢？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不吃，第二吃方便面，但是这两点今天都是不允许。张丽萍阿姨带来的营养早餐胶东媳妇饼用到的原料有面粉、鸡蛋、肉馅、白糖、盐、泡打粉和酵母。您重点说一说这个。这个馅呢，就是说有鳕鱼、有鸡肉，还有五花肉，外加点胡萝卜和青椒。啊，边做边聊，第一步怎么做？第一步就是和面。是烫面呢，还是凉水？不是，它是要发面的。发面。我先这半斤面粉就少搁一小一半小勺这个酵母就可以，因为现在天比较热。然后再放点糖，不能放的太多了，多了以后你要夹肉馅的时候呢，上加糖还有这个增白的作用。对，还有特别鲜的作用。对，再加一点点盐。哦，一点点就好啊，一点点就好。这个泡打粉。泡打粉一会儿搁，再加一个鸡蛋，全蛋。对，烧多少油啊？烧来一点啊。这个媳妇饼啊，山东呢这是一个很传统的。姑娘结婚呢，一般呢都是做好多好多这个饼。咱们这媳妇饼做完有这么大？嗯，有那么大的。下一步我给你倒点水吧。少倒一点点。好，好。这个饼媳妇饼这个面吧，不能和得太硬。嗯。和得太硬以后，它就是做起来它。口感不是那么很好，因为它这里头有鸡蛋，所以说要让它蓬松起来比较好吃。对，和成这样事儿的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样事儿了啊。对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啊。看一看。这个进去，你看，摁下去，还能弹起来，摁下去可以弹起来，上了劲儿。这个馅儿不管里头包，是单烙的。单烙馅儿。对。哦。所以说，就用这个媳妇饼给懒人做一个中式汉堡，烧一点点油就可以。好，您替我烙了哈。好，我来把。但是您得告诉我火候，这时候不能动啊。对，我这个一会儿烙好了之后呢，我把这个馅儿啊，就是摊成小饼，就像那汉堡包那种那个。哎，对，不，把它开开，就是搁刀嘎开，把它夹到里面。哦，肉夹馍。对，山东肉夹馍。这个饼好了。好了。下一步就是我要把它拍成小饼。阿姨，我这是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拿你筷子，都可以扎一扎啊。可以，可以了。再翻一下，再翻一下。行。给它配在这上。配在这上面。这叫一个漂亮。接下来就根据您的喜好啊，可以给它加在里面，也可以呢。也可以吃一口，哎，就对，也可以，对。这边呢还配了水果啊，对，以后炒有番茄，挤上一点这个沙拉酱，还有一个。棒面粥。王俊带来的营养早餐海鲜疙瘩汤用料有面粉、山药粒、鸡蛋、西红柿、扇贝、海带丝、葱花、盐和味精。把锅烧热啊！烧热时候，我们把西红柿切几刀就可以了。因为是懒人早餐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越快越好，越简单越好。好，放油。用锅。爆香锅底，油不要太热，要加一点西红柿。好，西红柿，煸出红油。嗯，别着急啊，给它煸出红油来。这个时候我加水。嗯，好了，现在这个烧着汤，我们是用面粉和鸡蛋，现在放一点盐调味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放一下海带丝，海带，对，因为它的营养比较丰富。
可以放进去一起煮。先生的健康啊，嗯，这叫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往下轻轻一压。哎，对了，这说法太好，看它像那个小鱼一样入水即游，漂浮起来。哎，再来一点。其实这个方法是做疙瘩汤的一个小窍门，非常简单。懒人嘛，用漏勺漏下去的话，也不用担心疙瘩不匀，而且它是非常漂亮。但这个面液它这个吸稠度很关键，对对对，吸了也不行，太酱了也不行。哎，对。好了，我好了，那现在火开了，我们再放一下这个山药粒儿，因为比较有营养，而且也可以那个充饥。但这个好像不能早放啊，哎，要放的话就煮飞了。对对对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放扇贝柱，这样呢就会加上海带，然后呢再加上扇贝柱，它的海鲜味就非常浓郁了。这是做也是不要早放啊。对对对，这是做海鲜一个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。同时，我们除了用扇贝柱，还可以用海米、蚝肉、蛤蜊肉都行。蛤蜊肉一见开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关火点味精啊，再来点胡椒粉，这就行了。突出一个筷子，它是用巧劲儿。这两道营养早餐，大师组的评价如何呢？这期的主题呢是给啊懒人做的做早餐，其实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快捷、方便、营养啊。那怎么能够最直接的补充营养啊？我觉得二位做的呢都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饼非常的有地域特点，这个疙瘩汤呢也非常的快速，而且呢它的营养呢也很均衡。不管怎么方便，那么我们仍然要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，还有呢就是营养的均衡。这个张阿姨做这个媳妇饼啊真是比较有特色，因为它这个饼可以事先的烙出来，然后只烙一个肉饼就可以了，有点类似于中式汉堡的意思，非常好。腾俊的请亮牌啊，当然您做的也不错啊啊，谢谢您。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，还是那句老话啊，你行我行大家行，蒙牛百分早餐健康行，明天不见不散，再见。用鱼能做出什么样的营养早餐呢？明天来自遵义站的周行将用当地的特产向王俊发起挑战，那么他们两位将给朋友们奉献出什么样的营养早餐呢？